什么叫我拿着前二的硬件我进不了十六强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进不了十六强不是实力有问题，是人际关系有问题，懂不懂？如果真的硬干硬，屈服他妈一年得有四次不进十六强，知道不？西山得有六次，知道不？哥们是人际关系没过去，哥们不是实力有问题，懂？我被第一硬件针对了啊，遇到宰种了，没办法，知道不？哥们遇到了宰种啊，确实没办法啊啊，哥们实力没有问题啊，哥们是他妈的遇到宰种针对我啊。那别人给3000块钱，那小组他就放别人了，哥们给50000都不放我，我能怎么办？当时也就是没有在现场，我在现场我看到双柱我直接给他跪了啊，我直接跪下给他疯狂磕头，我求求你了，放我进十六强吧。